好，欢迎回来。好，第二 part 来看宅小物了哈，那就不啰嗦了，直接来看第一个了，好不好？第一个，吉用尼克公司之下亚专用公路车，现在是啥？公路车。注意啦，你有喜欢下亚吗？不喜欢。哎，吉用军王牌红色彗星下亚阿兹纳布鲁设计的公路车，才不是哎、欸，是以他。他设计，他是虚拟人物了，以代表下亚的红色为基调啊，呈现质感极高的金属红色，让公路车变得和 Mobilis 一样帅。所以要特色为机械设计师大和原邦男老师特别为此设计了铜制单车头标，结合了吉翁国徽 MS 的动力管与天线等设计，搭配沉稳内敛的黄铜色，更彰显了王牌驾驶员的地位。车体由台湾制造，分有碳纤车架与铝车架两种车体。你看一下，哎，台湾制作是不是？只好支持一下。虽然我不喜欢下牙，把车子喷成紫色好了，完全失去意义。那边零度叛乱模组。椅子真的很高哎，公路车，我屁股真的会炸裂。他们就是飞的。它没有脚啊，还没装上去吧？下来要有脚啊！这只有脚坐在椅垫上，直接擦一屁眼，超痛！屁眼车，就变僵车，僵飞车，僵车。要同时喜欢钢弹，又同时喜欢骑公路车，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客户群。还好啦，不然就是当收藏品而已。对啊，我不会就别人喜欢。H2 需要多少钱呢？又是 premium 方带的东西，十几二十万日币吧。这我就该不止啦，公路车哎、欸。公路车有公路车台币就十万了吧？是哦、喔嗯，差不多吧。我不知道，更贵吧？差不多吧。公路车台湾就应该要更贵，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应该要十万。嗯，一定会超贵。不知道是哪一家做的啦，不知道多少钱。不知道，我可以十二万。嘣嘣嘣嘣嘣！我才十二万，我才十四万吧。因为我觉得他以公路车来讲，他。好像性能没有下有没有到很顶，有什么数字是有很顶就会到二十万，对不对？很顶就会光车就十几万了。哦，我才十八万，然后他又联名，对不对？就应该要更贵。我觉所以我，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到很顶。我才十二万，我才十四万八，二十八万，太贵了吧？看他多少钱？哎、欸，九万四，不贵啊，普通两万七，还有分碳纤维跟铝架啊，碳纤维也不到十万啊。以这种东西来讲，铝架，铝架不好吗？铝架比较没有这么比较重，是不是？比较重，比较软，对，没有那么坚、哦。比较重，比较软。那碳纤就比较轻，比较坚。哦，感觉我。我都不会买啦，除非他出一台兰巴拉尔专用，超过分，还有别的驾驶员我也是不会买啦，除非他出一台就是小的模型，这么小一个这样子，我可能放在五十九块这样，五十九块，我看就被烧饼吃了。我可能拿一个因为无痕胶粘在我的荧幕上面，直接就被。而且因为我现在准备买第二个荧幕，我可以用双荧幕了，可以把它粘在我的第二个荧幕上面。哎呦，不错不错，我再挑看哪一个荧幕比较适合，粘它哇，可能这个荧幕看起来很适合。我自己的脚踏车也不便宜，两千六，十分之一不到，两千六便宜啊！对，两千六啊，瑕疵品，瑕疵品，它掉漆了，直接掉漆也蛮便宜，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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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吧？是因为掉漆所以两千六？对啊，原来是多少？三千多啊，也还好。哎，开玩笑，没有变速。那他妈嚣张什么？哇！你骑上玻璃车，没有变速有什么嚣张的？哎、欸，有车灯。哎呦，哎呦！你骑上坡的时候，而且你就是没有变速的 U bike。而且呢？没有
U bike 骑灯就开了，我那个是要自己下去把开开关按开，电池没了要自己换的，好不好？手动的，秋是秋吧？我已经没气好久了，还没打气，还没打气。我超常骑车，可是超常骑脚踏车，可是我骑的车子没气，都在骑 U bike。U bike 好高级哦，真的 ，U bike 好好骑 ，U bike 超好骑，对啊。好，下一个是 River 巨无霸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为什么还要巨无霸？来了，大同电锅。定位在于提供户外活动啊、露营或是专业工作者充足的电力。River 具有412 Wh 的蓄电力，等于82400 mAh 的电力啊。它具有多种不同的电力输出端子，除了标准的 USB 端子外，还有支援 Quick Charge 2.0 的快充 USB 端子与 USB Type C 端子，能为多种行动装置充电。River 还具有12伏特直流电输出端子，可以转接搭配多种笔记型电脑或电器使用，最大输出功率可达500瓦。River 连接到室内电源插座的话，大约6小时就能当电池，就能将电池充饱。充饱后 ，River 最多可以将电力储存1年之久，蛮厉害的嘛！太久了，我知道了。我们以后就是一人买一颗这个，对对不对？然后我们去山上开了 Energy， 哎呦，屌不？可是没网络，连手机四 G， 对，我们大家在山上玩，可上去可能连3G 都没有。对啊，我们上去玩那个桌游，只能带一台电，带没有就你带电脑，我带这个，他带这个，他带这个，就我们都带一颗那个这样，然后就玩那个带4只 Xbox 要来玩 Game Beast， 在山上，或者是一台电脑玩三星侠战，一人一次，真的三星侠。或是玩 QWOP 死掉换的，一人一颗，好玩，厉害厉害。Designed for everybody, from outdoor activities and indoor leisure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nd emergency services. River releases you from the shackles without letting you power. 直接插针。对呀。不好意思，用同学的电。拍着拍着，不好意思打扰打扰，我是有带，我是有带，这样提一个，这样超大一个。傻眼呢！还有，你看这个电影，超快哦！嘣，直接爆掉！这是什么 ？A drone battery, a mobile Wi-Fi unit, and stereo speakers. 突然给戏也带太多了吧？就不能好好在海边玩吗？而且你们东西带那么多了，干嘛不干脆带个瓦斯炉呢？硬要在那边生火，这样比较有感哦！抓出来，抓出来！我还是要用我的 iPhone 10 times。 啊，玩手机，玩手机，什么都要充哎。You can jam on your electric guitar for 20 hours straight。还带吉他，带电吉他不就好了？这我一定吉他。总觉得脱裤子放屁。茶油也没有啦，我觉得还是会有用到的地方。就可是它影片呈现出来就是不太好。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少会，因为我们没有一群人这样出去。我觉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因为它可以存一年嘛，对不对？对。那就是买来每一年中秋节的时候拿出去用。哦。对。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一台这个大家都可以用手机。真的哎。可你要拿去哪里用？烤肉的时候啊。你说河边对啊，烤肉没有，就你烤肉地方端出去啊，因为那个就可以插什么，你带一个小台灯什么也可以插，然后手机也可以插，这样也不怕没电，对不对？开直播都可以啊。既然他就是我跟他就是设计给台湾人拿去中秋节烤肉用的了，好像是，因为一年就用一存就用存一年嘛，也是，对，大家去河边烤肉，对不对？直接提一台叫什么 River， 对啊，是河边河边，对不对？好 real， 我直接接个电磁炉烤肉了，这边炒热炒给你看，是不是？炒热电磁炉应该不够吧？可以啦，手机充44。你大概炒半盘就没了，半盘够吃啦，剩下就用烤的啦，一定都会有剩下食材。在那干嘛？不是剩下，你为什么不炒好？没有，就是大家烤好之后，烤好之后，哎，瞬间怎么办啊？吃不完，烤因为煤炭啦，那个插 river 烤一烤啦，插 river 炒一炒，炒完之后大家就配一点菜这样吃一吃，然后回去把它充饱之后放到仓库里面，一年之后，哎，中秋节烤肉再把它拿出来，是不是？完美，为了那一年买这样一颗，我觉得完美完美完美。哇，我头发变竹子青了，真的哎。你好像那种朱自祥，有头像，对不对？专门设计给烤肉用的啦。
我觉得，在我的理解，这个应该不便宜耶，一个38,000，我猜要25,000。我猜7,000块，我猜38,000好了。我要猜一个破天荒低的价格，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可取之处。超过分，38,000。那大家都猜啊，我看它多少钱？25,000，买个屁呀、啊，谁要呢？我觉得这搞不好就是那种灾害的时候，你都可以带着它跟。灾害我绝对不会带，灾害我就先去我家附近最近的顶好，先拿一把菜刀在身上防身了，我还去跟你拿一台 river 嘞。不是这种灾害，就是倒它或怎样啊。然后如果这个比狐狸在它旁边，然后你就可以重的话，我就拿来扛来。在它旁边我可以干嘛？就是手，你手机不会没电，沒你可以求救。不是，我们没有接他的工商，不用帮他说好了。好好好，这种主持人病不好用，不好用，不好用，不用没有啦，我觉得啦，还是有用啦。对不对？就是那个这样子，对不对？你平常这样站，这样拿，你这样可以练到左后方的这个肌肉。对啊，或者可以这样，拿扶着桌子的时候，可以这样，哎，背夹紧，往后挺后，对，然后这样，对，不然就是要往前拿两颗，然后拿两颗，然后膝盖稍微站开一点，然后背挺直，然后前屈用力这样子，练硬举这样子，可以。那你可以在胯下这样晃啊。其他底下又补充一点，然后这款 River 行动巨霸链为了要方便携带。特别设计成只有100公克的重量，太轻了。那就连这个，那他就连这个都不行了，那就连这个都不行了。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700公克也太轻了吧？超轻，比小型的那个还轻。我有一个超大型的员，哇，太大力飞起来，就在河边烤肉串挂一通风。哎，拿一个石头把 River 压住，砰砰砰砰砰砰砰，超扯。好，好，下一个是 Jelly 迷你 4G 手机。哎呦，有这个就搞这个飞机，这个垃圾。Jelly 搭载 Android 7.0 Nougat。并支援所有功能，包括 4G， 支援双卡、双磁及 GPS 与陀螺仪。前相机200万画素，主相机800万画素。虽然电池容量只有950mAh， 但待机可以持续7天，连续使用可以撑3天。除了基本版的 1GB RAM 还有8GB 记忆体外，还有 Jelly Pro 的2GB RAM 跟16GB 的记忆体版本。这个就，这太小了吧？也没很小啊，也没多小啊，小的啦，也是算小。它干嘛呢？用意的，对啊，用意的。打那个他去日本的时候租的那个 WiFi 啊，因为特地搞一个这么小的手机来，就是现在的那个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已经会觉得那个 iPhone 或者什么就已经是小手机了。嗯，对啊，现在大家的赛事嘛，那你再给一个这么小的来，拿去军中用。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了，专门拿来给你放牛仔裤的这一块呀。那影片上面有干嘛的？就是拿来放，因为永远都不知道这块到底放什么的。那一块我跟你讲，设计什么？我也有哎，口香糖。真的吗？就跟这个差不多了。真的，口香糖。请今年起，人就从那边拿琴键出来。黄健口香糖。哇，这打字也太辛苦了吧。对啊，连那个成人影片的头都看不到。不是都在主打就是屏幕越大越赞吗？手机要越轻，为何呢？谁会拿这个来拍照啊？脸都这么清楚，他连那个画质就是相机的能力也差。但 iPad 好像可以啊。对啊，那 iPad 不是啊，那你就直接用手机听歌就好了，还不用多带一个这个压扁。哦We focused on so many details. 好像是你自己出的，看起来不是很好。Also going through many design and testing. 看到谁有感觉？ Just to ensure that jelly is reliable and looks awesome. 可爱耶！真重。We need your support. 首先，你的手指头要够细。Let's make jelly become real. 我跟你讲，就是放这边的了，就是放这边用的了。那不就跟 iPad 一样？就是拿来放这个的，因为现在没有东西放进去嘛，对不对？想要放瓶盖进去？不可能啊，他这边口袋要对。哎，可以，他就是专门拿来放那个，设计给这个的。那就这样子。对啊，我不买黄健口香糖不一样。我觉得，我不知道哎，因为有人会说，有些人打电话没有这么多需求，比如说看影片怎么干嘛干嘛。我觉得那就不用拿，那就不要智慧型手机。对啊，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非智慧型手机现在都买不到了。嗯，那应该出一个非智慧型手机，哦、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出啦。啊、哦，我觉得那种就很好啊，很方便啊。哦、就比如说你今天是去一个，比如说你去，我不知道怎么讲攀岩、爬山什么高，我觉得比较
要动到比较大，而且可能会摔到什么干嘛，你可能就会想带一个比较方便小的，然后呢可以通话啊，真的休息时间还是稍微可以看一下，虽然它画面比较小，你还是可以看一下 Facebook 看一下 email 这样子。好了，勉勉强强可以接受。你要带出去，但是又舍不得带这么贵的，好像比巨无霸行动电源。如果它真的比较便宜的话，是比如说它台币一万块以下的话，一万块以下也算贵，不用一万块吧？以下我觉得才算便宜。对啊，五千，因为它感觉材质就是塑胶。一万块以下现在也可以买到不错的。我觉得它三千块以下，我觉得才算哦。我猜大概2990极限。嗯，3880这对啊，其实你一万块以下，你买一个二手的旧有机子就好了。对啊，我猜三千了。我猜8900，100美金，3900块。啊你，3000啊？啊，看到多少钱？啊？哦，真的，那还就真的还有 Pro， 还有 Pro，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接受，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接受，这样就可以接受。如果因为智障型手机也。就差不多，就其实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现在还是会有需求，嗯，所以他也是要1000多块啊，对啊，所以也这个的一半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除非你是买二手还是什么干嘛，二手垃圾。像我觉得台湾因为当兵的关系，就这个就很有市场啊，应该是，对，每个人一辈子都会买一支，哎，好像是，哎，就是买一支垃圾来当兵用，对啊，当兵用，83年后就不一定了，哦，你知道现在当兵的审批是里面可以上网，然后是一般没有照相。我知道是有那种吗？我也知道，可是他上网的话，哦，不能。他能上网，他可以传 LINE， 可以在脸书。可是不能拍照。哦，全开放了，是不是？就是你有，好像是，好像是，因为我有那种当兵的朋友，然后他竟然可以回我 email。啊，是啊，对啊，现在有啊，所以像这种就可以啊，这种就。我想说，我没有退伍很久。没有没有，你退伍很久。退伍蛮久的。你退伍是我高三的，我退伍快10年有了。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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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09年应该超过10年了，没有啦，2009年退伍啦。那时候应该还没有智能手机吧？有啦，有了啦，我只好奇问，有啦有啦，还有还想了一下，有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兵的时候，你旁边就是个 Incredible， 8年前哎 ，Nokia 吧那个时候，什么啦？那有那个时候智慧型喇叭，有吗？那个时候有人就用 iPhone 3啊，真的假的？真的吗？啊什么 ？Panasonic 的手机？有啊，就是有女生会喜欢买折叠式的那个时代。2009年的时候，头西吧，我那个时候用那个啊 ，HTC 啊，刚出啊。是假的，你好潮哦！哇，你好潮哦！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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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错了 ，HTC 退伍的时候买的。那你那个时候是用什么？想骗？哎，那时候就拿 Nokia 吧 ，Nokia 那个。对吗？我第一支智慧型手机也是 HTC 啊，但是也是大学。不就是同一支吗？哦，我也是 Incredible S。你是吗？对，神奇屁股嘛。对，想起来，对，因为我的手机是神奇屁股嘛 ，Incredible S。哎，我那个时候，那我买 Incredible S 的时候是大一的时候。哦，对，我退伍嘛，我退伍对大二的时候，我退伍是09年，所以09年初那个，所以你是08年进去的吧？对，08年进去，那那个时候没有，我没有买智慧型手机，那就还蛮合理的。对，我在当兵的时候是用那种啊，就那种白色的啊，然后按钮都是橡胶那种，就是很难按。我进去的时候也是啊，也是拿那种垃圾啊，也没有，就没游戏可以玩那种。我还有我放假用什么啊？我想到了，那个时候。哦，对，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很红啊，智慧型手机，可能有很有钱的人可能会看有买 iPhone 这样，可是我那时候没什么看过，我那时候好像是用我们 Samsung 的手机，对，就是已经是彩色，然后也有触控这样，可是那种时候好像还不算智慧型手机，还不太能够上网，对对对，可以上网，可以上，那好像我可以看 Facebook， 我真的假的，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它里面那个时候也不叫 App， 就是它手机有内建一些程式，那时候有 App 有，那对那个有另外一个名称，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智慧型手机就都是按键，就一大盘的按键给你按，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就已经智慧型手机了，只是蹦出来，哦，那个我已经智慧，我那个全触控，你已经智慧，可是它是有笔，它是笔触控。哦，对啊，它不是现在的那种，它是压到的那种，就是电容，就是它是会有一支笔，然后可以放进去那种，是不是？对对对对。然后大概这么小支啊，喝用啊，喝用啊，喝用，别拜别拜，可以抽出来啊，是太古老了这个话题，我忘记那个是什么型号，应该也是 Nokia， 那个是我退伍买的，然后用一用之后才换 HTC。天哪，退伍到底是什么年代啊？怎么没有那么年代就09嘛，差不多10年，就09啊。你08进去的，就感觉快10年了，就还没10年，讲那么多，怪，哎呦，
你不要头发下面捏凹好不好？对啊，欸、而且刚还是很难，好不好？还是很难，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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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L 带 L 底啊 ，L 底萌萌大独角兽加湿器。小兽，看主角说加湿器现在超危险。除了萌萌的圆脸啊 ，L 底的脚就是雾化喷头，可以喷出细腻的喷雾，让你更加放松，也让空气内空气更加湿润舒服。它还内置了 LED 灯，可以显示多达七种颜色，晚上使用不仅更漂亮，还能起到调节气氛或是助眠效果。那我的前一只是什么手机、啊？它，哇，它，哇。它这么喷射，哎、欸，真的，它没有扩散那种感觉，就。可我觉得它造型，哇，大爆射，不好看。我的第一只手机，你有想到我第一只手机是小时候送你出国的时候捡到的。哦，真的假的、啊？在机场。小海豚。LED diffuser 是小海豚吗？黑色摩托罗拉，对啊对啊，不是，是 T191。折叠的，就是 T191。孙燕姿代言。孙燕姿代言的 T 一九一，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开机就银色的，是不是？粉红色，因为是捡到的，就很像家里的电话那种，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哇，它好嗨哦！小，我第一只手机是什么？还想呢，还想。这就是3310吧？没有啦，3310前面还有用啊，3310很新，好不好？完全想不到耶，算了。应该是。啊，这个无印良品有卖呢。我家有。无印良品就是，好像就是小海豚。哦，对哈。小海豚是。哦，加湿器。小海豚是黑色的圆形的，跟一颗蟑螂蛋一样。对对对对对对。买一个蟑螂蛋回来当电话打。CD 928。Go to。不是。小海那是小海豚吗？我的是 T191 啦。CD 92。我是 T191。忘记型号了。哎，那我们直接看第三。不是啊，不好意思，刚刚是什么东西啊？加湿器，加湿器，那个加湿器，980，980，蛮可爱的，蛮可爱的，1280啊，不错，无印良品应该会卖500，无印良品才不会卖嘞，无印良品卖他们自己的好不好？所以无印良品，1990，台龙手创管价 ，CD 928啊，哦，1000，差不多，差不多，哦嘞。对，小海豚，不断的想要回忆起自己的。没有在更早之前应该有用过别的手机，可是就想不起来。我是 T191啊，这是初老现象吗？应该是，不是初老现象，就是很久了好吗？就是初老啊，初老现象就是回不初老、啊、回想当初，一直想要回想当初。欸欸、我高中，我国中几岁啊？十二十三啊，对啊，啊离现在也快20年呢，啊20年前的事情你记得哦？不记得，一直想20年前的事情，然后就很想要想到这是初老症状。那不是初老症状，初老症状你读点书。好好好，那初老那我都没有初老，我都没有初老哎，我没有初老，我小时候也会想这种事情。他骂我们了，你们真的很敷衍。扯哎。好，下一个是什么？ Helio 随身户外 LED 灯，怎么都是随身户外？我老啊，我30出头，是一款小小的，不是，你知道，不是，我不 care， 我不 care 人家说，可是你知道，有很多更老的人在看节目，你说老对不对？他想说，你老什么老？都是演员说的，不行，你说什么老？我说你年纪就已经比较大了吧？演员说别人老哈，啊，你自己才老呢，好暖暖哈。好啦，是一款小巧耐用、续航力长且灵活的户外 LED 灯啊，45克的小灯，其亮度可达220流明，照射距离达20公尺，内置电池的续航力出色，20分钟可充饱电，长达10小时照明使用。220流明很低吧？ We guarantee you that our outdoor gears will be lighter and more powerful. 哦，照自己还可以。The best outdoor lantern. It is lighter, more compact, more energy efficient, and brighter. Efficient. 好像蛮好看的。没了吗？好。它是 camping lantern. With only 1/5 the size of traditional camping lantern, Helio can be easily pocketed and even carried around on a keyring. Weighing only 45 grams, it can be put into your backpack without increasing any burden carry weight to you.
Helio is the world's lightest and most powerful cabin light. You can connect Helio to any USB port. It can be charged by any power bank, portable charger, laptop, and also can be used in a bag. Normally, small camping lanterns are not bright enough.But Helio can reach 200 lumens, which is twice brightness of general camping lanterns that you can find in the market. Manufactured with IPX4-5 waterproof standard, Helio allows you to stand up to rain or water splashing. Don't worry about weather conditions anymore. Helio is the most practical camping lanterns ever designed. Its stylish design with a hanging hook and magnet on the back allow you to attach Helio to any steel or iron surface. Also hang it from almost anywhere it places to light.Also, you can have all this just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Helio is perfectly used for outdoor adventure camping, hanging and lighting in your tent. Be used as a powerful flashlight when running, hiking, and climbing mountains. Make your bike riding safer and more enjoyable. With the magnet at its back, it can be mounted to any iron parts of your vehicle. Leave your hand free to examine or repair. It is the ultimate car repair flashlight. 我觉得不错啊，啊，不就一个手电筒？我觉得不错啊。不就是一个手电筒？我觉得它蛮，我觉得它蛮不错的。你怎么一脸？我觉得这个蛮不错，怎么样？找到了是不是？有点得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啊，我们刚才看的是什么？啊，那个加湿器。完全不 care。没有，户外 LED 灯啊，我知道户外 LED 灯啊。没有，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灯，我就知道我大概是干嘛的。那是灯嘛。对，那是手电筒，我觉得不错。不是，基本上是户外的东西嘛，就是。你根本没看完，你是字面推理而已吧？不是啊，就它其实不是户外，它是它的英文名字叫户外，完全是个室内灯。户外有户外的东西，就我就比较没兴趣啊，因为用到就少嘛。如果是居家的东西，我还觉得比较有兴趣。可是你刚刚加湿器，你也不理他。我不需要，直接讲。他直接小没有啦，加湿器就加湿器嘛，弄那个独角兽看起来真的。真的，我也觉得。对啊，如果你是比较质感一点加湿器，还有喷雾出来乱喷。对啊，你不如弄一个，你不如弄一个尿尿小童，然后让他用老二那边加湿，真的还比较那还那还比较有梗一点，用屁股比较像。对，之类的啊之类的啊，我就会一个人那样子啊。从鼻孔不加湿，哎呦喂，对啊，那还比较那，他还是在旁边呢。抱歉嘛，就是好啦，你我觉得你对啊，我们就不适合嘛，台湾嘛，真的这个独角兽真的没有。可是如果你是小朋友的房间啊，比如说他鼻子过敏或什么干嘛干嘛，哎，你用这个小东西帮他布置家里，哎，那就还可以，啊，布置房间还不错，对不对？怎么可能小朋友你要弄加湿器就帮他弄一个？我小朋友家，我如果以后小孩房要放加湿器，我就做一个骷髅头造型的，从眼睛喷出来这样子。而且我还要弄红色灯，对，喷出来像红色一样。你直接他加湿器的水倒进去，你直接把水调成血红色，然后倒进去，然后加湿这，然后小朋友在再加，这个精油是铁锈味的精油，啥好恶心哦！我整天把那闻起来跟血一样，好爽。哎，对着墙壁，墙壁又红红，一直好吧？来猜猜 Helio 这个，我猜应该蛮便宜的，我猜580，我猜六七百，猜吧，我猜1300。好，我没有看所以真的没有啊，没有，我很准哦，谢谢，还不错，不错，别零，别波波零，好了，还可以了。下一个是 Illumi Ball V2 马桶智慧感应小夜灯，什么东西？马桶是怎样？哇，你半夜不用摸黑上厕所，智能的感应设计装置，当靠近时会自动亮光啊，离开后会关闭柔和的八色灯光，让你夜晚上厕所更加安全，不用怕跌倒或撞马桶，安装便利，可是用所有马桶。等一下，这个灯不是啊，你马桶发亮有屁用？你擦屁股你也看不见啊，啊，你应该要开厕所灯吧 ？What the fuck？对啊，厕所灯打开不就好了？对啊，因为你还要找，就是可能要摸黑。有他跟你讲，要不然你半夜要去尿尿，然后太刺眼，直接感应，让你有没有回家马上尿？是我的婚姻把手，还要装在这里？对啊，刚好污垢，太亮了啦，干什么？我是拉屎还是拉卫星早饭啊？人家以为人家去你家，还以为你的马桶是床垫呢。对啊，记录点的，或者可以捡道具的地方。傻眼，欧美时尚生活。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这个网站上面好好逛一逛，看看他们到底还出了什么样的产品，他们出了什么废妙。我跟你讲，因为通常好货都在这种
奇怪的店里面，就跟中立最好逛的衣服店就是 A2 了，是一样的道理。不是你晚上上厕所，你就开灯啊。我是没有晚上上过厕所了，真的假的？我没有半夜上过厕所 ，never。但是如果是真的需要的话，就忍一下开个灯嘛，不就开个灯，开个灯，你找到马桶之后坐上去，眼睛闭起来就好了嘛。对嘛？你如果真的感应那个亮出来，你看那个马桶，你还不是眼睛很痛？我是这样子觉得。对啊，而且它，除非你家整个都布置成夜店，几个颜色，三四个颜色，是不是？我们的雷蛇 Black Widow 对啊，有一些你不如买一个 Black， 你不如买一个那个 Black Widow 塞在马桶里面，对啊，没有塞马桶，放在马桶箱上啊，对不对？哎、欸，真的，放马桶箱上，然后再接个小萤幕，接个主机放马桶旁边，然后你这样子，马桶长这样嘛，你大便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大了，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打电动了。哎、欸，真的哎、欸，我也这样光明亮，对啊。我也有这样大便过，睡都不用睡，我也有啊，我有这样大便过。因为我要拿那个粪便采样啦，所以那样大，它会大在前面，掉在前面，我就可以去搓这样。没有，我是要看的漫画太多了，嗯，然后这样子一直看压到腿很麻，所以就转过来这样，然后就放在马桶水箱上。难怪会长痔疮哎，真的，真的会长痔疮的，真的难怪长痔疮。我才没有长痔疮，是你长痔疮，你才痔疮，你全家都痔疮。难怪你这样害我长痔疮，有道理耶。痔疮转移，看完之后晚上在那边施法，把痔疮传给右丹，好吧，这个感应小夜灯应该也还好，不会很贵吧？我觉得350吧，160，500块，200吧。好，看到多少钱？好贵哦，好贵，6x4就把人家的马桶变成船底。他这个2.0的意思是说他有出1.0哦。要出初代的1.0，把使用者屁股炸掉，这样改良了，太危险了，一感应到直接炸掉。可能1.0是拉都不用拉，1.0是直接装在那个马桶圈下面的那个垫子上，有盖下来就黑了，看不到，打开才亮。失败，那叫女生就不能用啊，这才蛮好笑。好，好，下一个是 Tunago 铅笔连接器。这个就是小物了，真的是小物了。由日本中岛重酒堂推出的削铅笔机 Tunago 兼具实用、环保与趣味性，不但可以用来削铅笔，还可以赋予短铅笔新的生命，延长其使用时间。这蛮可爱的，对，这看起来像飞机杯。哦，我懂这个意思了。对，它可以让短的铅笔跟完整的铅笔接起来。对的。我们要把变短的铅笔接在一起哦。这是电动的吗？应该是手动哎、欸，手动。哦，转一转，这是第一个洞。很酷哎、欸，哇、哦，好漂亮哦！哇、哦，这好赞哎、欸，挖洞。来把它方式中转一下，第二个孔来了。我、哦、太把头也削尖，然后只可以镀进去的。耶、yeah. 哦！哎呦，哇，好漂亮哦！就可以嘎台哇，第三个洞哎，把前面的笔头削掉了，这样它就会变成那种可以插进去的栓了。哇，不是两节是变得更尖吗？这两节式的、啊，你这样插进去它就不会滑动。哦，对、啊，就滑不出来。哇，好赞哦！哎，还是要还是要粘哦，没有，就以防万一嘛。没有，你粘起来之后，他们两个就变成一支铅笔了。你以后就继续削下去就好了。对，哦，好聪明哦。等它粘好，再把外面那一层拔掉。而且好潮哦，就是有两个颜色哎。以后小朋友就可以这样拿一根那么长的铅笔到。以后就不用在六福村买那个超大的铅笔，自己做了。还蛮酷的，写作文这么长这样。Snuggle 就是我们就连在一起的动词的意思。Snuggle， 我觉得不错。这个很好，这个就是你只要做弄前面的女同学，就直接这样写写写，然后直接打到前两个女生，直接要问老师说你坐在最后一排写写这样，老师请问一下这题的答案，再动敲黑板，天花板前面那么惨，拿开，对，直接你坐最后一排，然后这样直接伸到前面这样，然后。直接说到老师脸，超猛，而且还尖，而且是尖的那种。学测睡过头，啊，完了睡过头，直接把笔拿起来，拿去边涂，看不见了，白痴，看不见题目，大学生睡过头，直接拿笔伸到教室去签到。老师，我到，太夸张了。
不错啊，这不错，又环保又物尽其用，而且蛮有设计感的啦，蛮有设计感。你说不定收集一些短短的铅笔，也是快用完的，对啊，然后拼在一起也有自己的风格，所以这好这好好。多少钱？我觉得500块。我觉得850。590。300吧。我肯300。买。绿。买了。不错不错。买。好，现在已经不用铅笔了，我就不用了。好，下一个是 Elbow 随身磁带播放器。啊。只要将 Elbow 打开，旋转卡入卡式录音带后即可使用。稳定的光学读取器可以更精确的读取磁带上的内容，并且拥有一个驱动磁带的反双向旋转电机，照样可以正反播出。Elbow 通用 3.5mm 耳机输出，使用 USB mini 接口充电。哦，这个就有点窄小物了，听录音带的，对，因为它很，其实还蛮屌的，怀旧。录音带现在看起来还蛮有那个的，是，我也觉得还蛮有配置。对啊，蛮有设计感的，很值得收藏的，而且可以，就是把它设计很好看，因为它整体可以变成是一个颜色，然后再配上标签这样子，意义深长。弯头，那不是台湾人做的，看起来是啊。嗯，然后上面还有那个 USB 线。终于可以听我小时候用录音带录的电视卡通 OP 了，赞呢！我可以听半小时。小时候拿收音机，然后扛到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把电视机播到最大声，然后用录音机直接对录那个电视机播的那个卡通 OP。现在终于可以听了。然后才可以那个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然后请他们在车上才可以录，是盗版的录音带，自己盗版做录的那个 tape 这样。我还打开那个超级机器人大战4这样子，然后有那个歌曲鉴赏模式，然后就打开这样，然后就把所有的机器人的那个战斗音乐录起，超窄，终于录完，这样才叫窄小物，这个不错，这个是才窄小物，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听范晓萱的歌，真的，可以，小魔女的魔法书，什么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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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片，没有没有，因为鹦鹉家那个时候坏掉，他就这样唱。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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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几片呢？我觉得我干好多片了，好多片。说轻松一步两步三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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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唱不出去了，最后一点太扯了吧？说轻松一步两步三步，你真的你们在录音机里面都有一个小小 DJ 是不是？就是每天在那边自己聊你们的歌，结果终于把它听完，他就变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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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果然里面是有混音，不要放给黑人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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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有小 DJ 在里面。好了，猜啊，他上位商品，上位商品好了，好潮哦，不用猜了，不用猜了吧？好，今天要来吃宅泡面，我们宅泡面吃什么？龙虾沙拉堡。先看一下字卡，太夸张了，这个。什么？现在宅泡面，韩国极品龙虾马铃薯面，拥有泡面界的爱马仕之称。如果不知道爱马仕是什么的人，请去查，是一个品牌，请自己去查，然后顺便告诉我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很爱马的人。美国才不是，美国顶级大熬龙虾熬煮，好不好？浓缩成龙虾汤粉，哇，那个龙虾大量蔬菜，成龙真的，严选国产辣粉以及私藏秘方，还有一个大鼻子。这个龙虾汤粉，我舔一口应该就痛了。哎、欸，会啊，应该会，应该会，真的哎，会哦。那浓缩打开来，那我们来付一下面膜。这一包他们说200块，超贵。哇，200块，朋友，这包装你跟我说是泡面，太有 sense 了吧？对，这根本就是黑面膜、啊。我有点恐怖，就是。哎、欸，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你上山了？欸、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200块的面把煮得像30块一样，这不愧是我们麦卡贝。煮了真好，哇！闻起来，一下开始超像普通泡面的。那、哦、它被档位盖过了，有一种米糠汤的感觉，没错，米糠汤的感觉。这个有需要加蛋吗？谢谢泡面，不然怎么泡面加蛋？韩国极品龙虾嘛，我亲亲看，开始，你小心啊！我不怕。好，我昨天痛过了。太烫了吗？
直。我也觉得这个是老人才会，就是吸面有热气，然后会咳嗽，这好像是老人才会。有抽烟的人都会哦，你是那老人？我会，所以我都不吸。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很 care 了？很 care 了。以后不说你老了。哎，我们是不是等一下要？你这个咳真是老人白痴。而且我还没有吃。你真是老人味。好，试一下。哎，舍不得吃哎，这一口大概就10块吧。哦，我觉得不错啊，没有龙虾味啊，只有米干汤味，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只要面汤加了蛋就会很像，加蛋花就会很像米干汤？嗯，真的没有虾味耶，一点都没有。有啦，直接喝汤是有一点。真的吗？我也不知道，你喝喝看。我刚有喝一口啊，可是感受不到哎，就辣辣的。嗯，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给我吃。怎么了？还不错。你给我吃一口，你给我吃一口。嗯，包准你笑出来。嗯，为什么？来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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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出来吧，笑出来吧，笑出来吧。这个就是一个，就是200，哎。他已经。笑了，他笑了，他笑了。我觉得这个泡面，我对啊，我觉得它普通到，我开始觉得他们是不是其实拿了一个普通泡面来整我，然后等下才会来，这个才是真的啦，这样子，是吗？我觉得有可能哎。哎，白痴哦，还真的哦，白痴哦，拿来啦，来啦。没有没有，你是人格分裂啊？你看得到看不到？我觉得他，对啊，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可是没有值得赞许的地方啊！但我觉得它不值200块啊！哦，如果以200块来算，它吃起来就跟我们上次那个什么日清的什么中华鸡汤什么，就是很久以前吃的，你还记得吗？就他说加了面，然后有加蛋花跟跟葱的那个，它一模一样啊！还是怎样？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吃，所以他们给我们超蛋，是不是？有可能吧。如果一个人自己吃，说不定就水加食品之类的比较有感觉，我觉得还不错啦，香香的，这大概100块。没有100块可以买两个满汉全席。而且里面的料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吃，满汉全席超臭，来一克会有料。这里面连肉都没有哎，只有红萝卜。有啊，还有这个有马铃薯，我看到马铃薯了，在这里。有啊，还有红萝卜。马铃薯，基本上料跟来一克料。好，面吃不完，我把汤喝完就好了。哦，对不起。马铃薯好吃吗？啊，香菇？它不是马铃薯，就一颗不知道什么、啊，嗯，菇吧，好像是，塑胶吧，巧拼吧。我觉得2分，这个面我先不管价钱好了，就汤跟面都我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是的。嗯，它汤，它汤就是没有我一第一个我不喜欢吃辣的，它没有很辣，但是就还是有辣味，然后就我就把其他东西味道弄掉了。有对我来讲有一点啦，韩国东西嘛。然后面吃起来跟汤圆皮糙的，我不喜欢那种面。我喜欢马铃薯面是这个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吗？就很 Q 啊，对，就太 Q， 然后有点糊糊的，就是很 Q 啊，不太喜欢这种面，这种吃起来。这种面吃起来口感比较像那个刨冰里面才会加那种才会加那种东西。对，200块。它如果是拉面的那种面条的话，这个 Q 度就还可以。No， 可是因为它吃起来有一个，我知道海鲜味。我个人也是给2分啦，我纯粹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特色。我可以给到3分。你们，我真的觉得1分哎、欸，真的吗？因为如果不是200块的话，我觉得2分，200块就1分。那这样平均下来就还是2分啊，其实。好吧。对啊。对， 對， 對，那就整给2分。对、啊。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它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特色啊，就是不是啊，它也没有很重的龙虾，你就算弄个假的龙虾味，对不对？我就说，你就算弄个假的龙虾味，哇，血粉都没差，对不对？很重的那种假龙虾，2分。所以我才说它没有特色啊，因为它。我不管它的价钱，但它主打的特色我没有吃到，所以它吃起来就是一个一般的泡面。那如果要以特色上来讲的话，它就是2分啊，就是这么低啊。对啊，因为它就是没有。它如果今天主打是一个，
让你吃不出来到底是哪个牌子的泡面的话，我觉得他有四分以上。谁有这种主打的？或者是他如果今天主打是哎、我们全部都是用龙虾去做，但是完全没有龙虾的味道，就是是别的味道这样，但是我们原料全没有龙虾啊，那我觉得五分有。为什么？做出一个奇怪味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打什么？我有吃到他打主打的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分数是高的。可是他的吃起来跟他主打的，我看包装。韩国的泡面，它里面是不是其实有敷一个面膜啊？韩国的泡面我吃很多种，这一款真的是最没特色的。真的，我觉得韩国泡面都辣没关系，可是这个它没有那个啊，它的龙虾的味道。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它想要主打的东西。这个跟那个金色的那个海鲜面一模一样啊，面还比较难吃。这金色的那个韩国的那个海鲜面，你知道吗？就面还比较难吃。它上面有标示那个他说的龙虾调味粉里面包含了牛肉汤粉、牛骨浓缩液跟一些新香料，然后。比较像是有龙虾的东西，就是加盐螃蟹浓缩意粉，就这样。结果他们，就等一下冲过来说，抱歉，你把我的放，拜拜，你把我的放，直接把那个包打开，其实是完整的龙虾肉，虾尾这样，完整的，还不是干燥，是完整的，放在真空包装。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现在台湾也买得到吧？应该是买得到，买得到吧？那大家可以去买看看，搞不好。你觉得要进口、啊、你吃吃看很好吃。重点是它还特别特别很大的写说本产品含有虾，虾、好像大家不知道一样。好了，不管了，这一趴差不多了，好，就这样，够虾够虾。好，这一趴那个太虾了，休息20分钟好不好？等一下回来玩游戏啦，那我们进广告。太虾了。